thank you 哈喽，Hello, 大家好，阿洛。来来来，那么赶紧开始吧，哥哥。好，这今天内枪，是要玩一下这个特别偏刺。我们现在人呢在前往浅红市的路上，首先要先走这个脚踏车道的下方，差不多前方的这个定点位，系统就会直接送我一台自行车。但前方就有一群人撞到了我们，哎呀，你们这些人呐、啊，他们好像在护送什么重要的角色，停下，不要靠近丽家小姐，我才不管她是什么公主，我要求她道歉，后退啊，瘦小子，这是给你最后的警告，我应该让她过去吗？哎、欸，我不要啊，我态度就是这么硬，怎样？给我道歉。 别说我没警告过你！哎呦，想要跟我进入对战，看我怎么冻死你！启动光线，加油，给你两下，直接把他干爆！哎呀，抱歉，丽佳小姐，嘿嘿。 怎么样啊？吃到苦头了吧？而此时的丽佳总算是发言：“够了，克林顿，是我们的错，马上向年轻人道歉。”好的，丽佳小姐。哼，你最好心存感激。什么什么玉红市道馆馆主，克林顿。哎呀，抱歉，说溜嘴了。总之呢，请接受我最谦卑的道歉。好了好了好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嘛。希望你没有受伤哦。算了吧。对了，你是玉红市的道馆馆主，那么我要向你发起挑战。我已经获得了你鄙试和华兰市的徽章。 哎呦，所以说他打败了小霞跟小刚啊，很好，接受你的挑战，但是我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就跟人家打架，来我的道馆找我啊，我会告诉你在战斗中需要做什么，我会等你哦。我、哎、哟，他好像是有什么先决条件，章节十五一步进化。 哎，那、啊、我刚拿到的脚踏车怎么又不见了、啊？看来它这部分的设计没有说设计的很好、哦。嘛，总之，哎，哦，我身上蛋孵化了，原来之前拿到的是这一只啊，等级一也太难练了，暂时就先放在身上。那么言归正传，我们现在就是回去去找丽佳。我先回一趟绿红市 PC，稍微养精蓄锐一下，然后走到城镇的最左边，左上角的这个房子进来，前方就会遇到喽。要证明自己作为一个值得的挑战者，你首先必须抓住一只伊布啊。那我要在哪里才能找到伊布？ 布呢？这时振辉出现，你在这边做什么？哎呀，我只是来看看。哎呦，看看丽佳是不是呵呵？别在意，小赤啊，你看起来很烦恼，到底怎么了？我现在需要找到一只伊布。哦，见鬼，要找这个，不如在大嘴雀的背上跳一跳。是指很难的意思吗？你真是接了一个苦差事啊，小子。这个伊布可是稀有生物，虽然我听说最近十七号道路有发现一只。 嗯，十七号道路，好了，年轻人，这个可能会派上用场。H N 零一聚合斩可以砍倒小树，只要对着树按 A 就可以把它砍倒。你甚至不需要把它交给 Pokemon，但也有局限性，只有当你有可以学习聚合斩的怪而、呃、放在第一位才能够砍树。祝你好运哦。原来如此，我记得我之前玩那个最终红四好像也是类似的设计。不管了，先回到刚刚他所谓的那个，呃，这里就是十七号道路嘛。总之先砍，哇哦！ 后方的正辉大喊：“等一下！”终于赶上了，我又找到了一些关于这只罕见宝可梦的讯息。有人说它会喷火，哦，所以是火系的。来来来，伊布，Where are you？在哪里啊？哦，看到了，看到了。但是眼前的这个明明就是雷精灵，你说它是火系的，啊，可是看起来好像比较像电气系的。不管了，总而言之抓住它，随即进入对战。我这个属性好像有点不太有利啊。挖地雷雷电牙，它是可以收服的吗？不行，不能收服。 那就直接搞你啦！成功将其击退，哦，升了好多等。那么接下来是在右边，形态变化又不一样了。小刺啊，我站在这里，以防他试图往这边跑啊，无所谓啦，反正不管你变什么，通通把你给解决掉，撞你两下。那接下来肯定是往上方，准备好喽。呵，<laughs> 结果我、哦、原来是直接潜到水里哦。 哇靠！始料未及诶。总而言之，四处再寻找一下。这次在呃，在这个位置，它既有火，也有水，也有电，光它一只就可以对抗所有的属性。有办法战胜它吗？啊，没有办法，它好强。不过它的耳朵上好像有什么？上把妙蛙草，用飞叶快刀盖住它的耳朵。 哎呀，结果他就退化成最正常的伊布了。原来他是先探测对手的弱点，然后再进化成对应的形态。那么现在你这个样子，嘿嘿，劈死你！好啦，将其打倒之后，仔细检查耳朵里面有一个机器，是一个微芯片。这只伊布并不是天生就具有变形的能力，而是有人在利用这个增强了它。什么？可恶！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定是那个叫做利加的啊，有事情瞒着我。伊布，你就跟我一起来吧。小赤，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找那个叫利加的人谈谈。伊布的进化篇章结束。 只是画面一个转换，我们先来到了丽佳那边的视角。丽佳小姐啊，我必须要问一下，当你派那个孩子去救伊布的时候，你究竟在想什么？伊布是我们项目的首要目标，如果我们的计划通过一个孩子，丽佳点点点点点，小小姐，霸王花攻击。 纳尼？有一只催眠末在监视我们。哎，看来你已经被跟踪了，克林顿。我们必须尽快的找到那只伊布。随后是章节十六，彩虹徽章。总之啊，详细的情形我们小赤还并不知道。所以说，待会儿我妈带着刚刚打倒的伊布去跟丽家对峙，稍微休养一下。走走走走，该不会有道馆小兵要对付吧？ 哎呀，还真的是把你们都给通通 KO 掉，k 不掉的就直接动起来，嘿嘿嘿嘿。这个冰冻的几率真的好高哦，随便动一下，对面就这样无法动弹，看得我都不太好意思啊。我直接跟中间的对话，我是丽家小姐最新任的管家，淘汰弱者是我的工作。不过我的确还有其他理由要和你作对，就是对十七号道路的羞辱与报复。 哎呦，一个小帅哥居然这么会记仇，又是同样的套路，是不是？还是把你给冰冻了？不好意思啦，两下搞定，你就好好的顾门口吧。里面的丽佳小姐，我来啦。哎，阿、啊、丽佳的，也许我不应该携带六只宝可梦，什么意思？哦，他这里他这里会有一个剧情，然后只能身上带五只，是不是？那好吧，我把身上的其中一只存在电脑尸体，你就先休息吧。个人觉得你的新鲜感啊，看个一两集就够了。随后呢，我们再一次回来，然后再跟电脑对话一次。小次发现了一笔资。 料伊布的重构，那是什么鬼东西？这时丽佳缓缓走的上前。伊布是一只非常罕见的宝可梦，它拥有高度进化成十九种不同形态的任何一种能力。如果伊布可以重构，那它可以在所有这十九种类之间快速切换。那原版不是才九种而已吗？这里居然是十九种。总之啊，伊布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武器。好了，你已经证明了你的价值，所以说我这枚彩虹徽章就是你的奖品。哼，你少来了，那只伊布是你的实验品，然后它跑掉了，所以你叫我帮你找回来。 所有那些关于证明我是否值得，只是为了让我顶替你做你的工作的谎言，我不需要你的臭徽章。帝呵迦呵呢？不慌不忙，派出了霸王花。哎，你不明白啊，小智，在我拿到衣服之前呐、啊，你不能够离开这里。现在把它交出来吧。不，不可能。好，那么你让我别无选择。一言不合，直接进入对战。这帝迦的形象怎么有点崩啊？来嘛，先扑倒了再说。万物皆可扑。嘿嘿，前面都可以几下瞬间搞定。挖地雷，睡眠粉，我没有可以解除异常状态的。你快点醒来啊！ 蚊香勇士对面采取了睡眠加同域的 combo，我还好，稍微给他切换一下，上把卡比兽，哇靠，我打了自己，有没有搞错？继续，继续睡，差不多醒来了吧？两回合之后，好小敲一下，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哼哼，很不错嘛，怎么样啊？小孩子的把戏而已。霸王花继续攻击，啊，身上的衣服被撞了出来，看你还傲慢到什么时候？这个小家伙已经快要死了，一个实验生物的命运啊，确实很悲惨。我至少可以让他摆脱痛苦。不，不要这样子，求求你。 不要啊！嗯，被骗了、啊。 迪迦并没有把伊布给干掉，并且开始解释说：“其实这只怪啊是之前某个组织的实验对象。几天前，我和我的团队接到报告，得知伊布是从某个所谓重建伊布项目中逃出来的什么什么实验体吧。总之，谢谢啦。现在他安全的由我们来照顾。你说组织不是别人，就是火箭队那个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为了有任何机会可以对抗他们，我们也会需要他们技术和战斗力的讯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兼具力量、道德和同情心的训练师，就是像你这样的训练师哦。” 小赤随后慢慢的靠近，然后直接跪了下来，帮我们别上徽章。而除此之外，伊布好像看上了你，你可以在旅途中带着他哦。小赤啊，帮我们组止火箭队，你愿意接受这个请求吗？Yeah，of course，算我一个。好，那么既然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来向你介绍一下这件道具，拿到的一个手表。这些透镜啊，可以让你查看宝可梦的努力值和天赋值，这些数值会影响你宝可梦的成长。假以时日，我们齐心协力扳倒火箭队。但就目前而言，你需要训练变得更加强大，小赤，祝你好。 好运哦！主线的彩虹徽章篇结束。现在我身上确实有六只。至于刚刚拿到的手表，可以查看 E V 跟 I V，数值方面都蛮普通的嘛。不过我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个进化珊瑚，它好像可以拿来给伊布使用。点击，只要点选呐、啊，它就可以进化成各个形态。那么在这个版本，它有一些自创精灵。我算一下、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包含原版本形态的一部，总共有十九只，确实跟前面所讲的一模一样。那不然就一个一个来瞄一下吧。首先是异伊布，哦，它每次点击都会进入，呃，都会进入进化画面，是不是？普通系的，看起来跟原本的样子没什么差异啊。我从最后面一个一个按回来。再来是钢一步，也就是说是钢属性的咯、哦。以设计造型来说。 跟月衣布差不多嘛？还有什么优衣布呵呵？天哪，感觉优衣布应该不错哦。哦，这个帅，这个帅，它身体跟脚的连接好像是呃，直接采取这种透明无形的设计啊。那龙系的伊布嘞，龙伊布会变成一头龙？我靠，我还以为会直接长出一个龙头出来，那没想到就是尾巴的部分还有身体的颜色一点点的细节做一些改变哦。那虫伊布，虫系的话，该不会是长得一个蝴蝶样吧？不是蝴蝶，看起来应该比较像是蜜蜂。 呵呵，<laughs> 岩一部岩石系的，这什么鸟设计？一块一块，就是很直观的那种设计。土第一部直接叫做第一部就好了。那第一部的话，有点像是太阳精灵的变色长毛版。再来是毒一部应该会是紫色绿色的那种设计吧？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还 OK 哦。 这个嘞，蓝天伊布，what the f u c k i s this？蓝天是指飞行系是吗？然后长的三根尾巴，浅蓝色的配色，一般系绝招变为飞行系，哦，看起来也不错。然后是最后一个泳伊布，泳是什么？ 格斗系，Let me see see fight yes。格斗系皮肤是黑色的，身上缠了一些绷带就是格斗系了。打泰拳是不是？胆气，哇、哦，真的很特别啊！所有属性的衣布，呃，在这边都看得到。好了，那么其他剩下来的就是什么呃冰叶啊、仙子啊、火水雷那些原版的。 大家都看过，一共有十九种。反正只要有这个道具啊，你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啊、一直不停的改变形态。所以这只怪还是挺不错的。但其实，在漫画里面啊，小赤所拿到的这只伊布，它只有啊只有活水的三种形态而已。所以说，在这个版本里面多加的那十几种形态啊，算是作者的一个创意吧。总之，当走出道馆的时候，小赤，哦，是郑辉啊，你跟丽佳的事情澄清了吗？是啊，都搞定了，你也有份哦。呵呵，对啊。但是你带着这只伊布会不会很危险？嗯？ 什么,什么？为什么坏人不是也在找他吗？你想想他们会怎么对付你？不管嘛，反正我要先去浅红市。你有没有在听啊？哎，正当聊天之余，在一旁的角落里面，纳兹有偷听到我们的对话。原来伊布已经落到那个男孩子手里了，哼哼哼哼，真完美啊！漫画里的纳兹是火箭队的一员，其实他身上穿那套衣服也是蛮适合的啊。总之，我们这期的时长也差不多了，有关于浅红市那边的剧情，我们就之后再来看看。我们都可以感谢各位，收，拜拜。